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动唱，继续带动唱。那你要还他那个麦克风，加调低一点。我想说，刚把气氛弄得非常的浪漫，你知道吗？结果现在要开始进快歌，真的是。我们最近有一首歌，可能大家搭捷运的时候哦会看到。对，我们邀请的两位女神，两位女神，对，一位是邓福如，邓福如哦，她是非常厉害，唱歌很好听的一位美少女，对，福神，福神。对，然后呢，她跟我们一起唱这首歌，哦，在专辑里面可以听得到。上网还可以找得到哦，另外一位女神是看 MV 才看得到 ，MV 才看得到，对，邵雨薇，邵雨薇，邵雨薇，她也是最近她非常受欢迎的，看电视就看得到她，对。那我们这首歌呢，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带动，她刚刚特别讲到热舞社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原本中间副歌梗就对了，编了一段舞，她现在要结果热舞社。他那个，我们请我们的好朋友巴菲帮我们编了一段，结果来了之后，我们大概过二十分钟决定省略到剩四个动作。现场的人有点复杂，这样子，超复杂，人家专业。首先呢，请大家左手右手都可以了，好不好？跟我同一边好了，你们的左手，左手相比可以小爱心。好，我们先从小的开始吧。小爱心，小爱心会比吗？来。伸出你的左手，我一直觉得我教这个会觉得有点冲突吧。来，我们看起来还可以吗？小爱心，然后再来右手小爱心，右手，然后右左边摇一下，右边摇一下，右边。好，接下来一样，胸前，胸前，中的爱心，这是什么？中的爱心，中爱心，中爱心。好，然后一样右手。然后摇两下 ，OK， 这也是一个手掌的爱心哦，中爱心，中爱心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帮我拿一下，大家再忍耐一会儿。左手，左手，右手在头上，然后从你们的左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摇四下，要自己都摇不稳。不是，你知道就是我朋友不断的截这个图给我，我觉得心里有点障碍。哎呦哎呦，你今天就是向他证明要破除这个障碍的时候，真的对，直接用现场的表演让他心服口服。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好。来，这首《爱你我不如》。走起跳舞
在下一碗汤圆，简单可口又方便，加个卤蛋，流口。谢谢，爱你我不如。